干干净净的回家，好生去见美女告美。不，今天没有作业哦。这么好啊？那你今天晚上想干嘛？我想吃好吃的。能行，一张卷子一个好吃的。啊，我干干净净的回家，好生去见美女告美。那你想吃吗？想吃。看到了！今天我们吃牛腩饭，香不香啊？香，但不是饭香，是牛奶香。对，牛肉香，这个样子的。不是牛肉香，是牛奶香。好大一锅牛肉！谢谢姐姐。这牛又缺大话了。你问的是肚子上面的肉啊？嗯。小宝宝的。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，跳之前的舞，玩耍成黑幕，不断艰难开始，我只装作不经意在看着你，回家默写古诗啦。不然你看图笑话，那看图笑话先不写。第一题，看拼音写字词。第二题，连线。Ready, go。查字体。你发现了？亮亮快！啊！为啥不行？你是不写的呀？那满分90分啊！来。抢了一块钱，爸爸还得给我洗脚。哎呦喂！终于能玩一会儿剪纸啦。樱桃味泡泡糖，切人体会感觉像中了枪，切肉切甜总出点咸的。家人们，我们明天见。喝了那么多，我还是喜欢。